的就是咱天津的事儿，本市就市里的事儿啊。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大哥，您要几套？来两套。今天我来一套，双鸡蛋烧蘑菇。哎哎哎，好嘞。您葱跟辣要吗？果子那个不要辣的。哎，行，没问题。哎，那姐，我那果子也俩鸡蛋啊。哦，咱标配都是俩鸡蛋的。鸡蛋，那熟得了吗？那个，说明你有钱了。我富裕了。小鱼小虾活泼好动，但张大哥说，天津人的铁锅可是有门槛的，这些小鱼并不是都能入选的。现场咱挑一下啊，挑大小一致的。好，要大小一致的。为什么要一致的？对对，因为它炸起来就一起就熟了嘛。对对，明白明白。按这么大小的是吧？对对对，您看将近有那么5厘米上下。这个需要去什么内脏之类的吗？
这种不需要，因为它很小，几乎就没有内脏嘛。但这个是不是就太大了？对，这种它炖的时候它里边有苦胆，炖着就苦了。这种也行，这叫小兔头鱼吗？啊，这个叫什么兔头是吧？对，小兔头。然后这是小麦穗儿。对，这两种。哎呦，我估计只有真的当地人才会对这种小鱼啊那么了解。对，就是我一看长得都差不多，但是你再细看，它确实有点不一样，所以名字都不一样啊。对对对。所以你们就对它这个名字每一样的都细分的那么清楚，是不是？也许每个地方的小河里都藏着一口只有当地人才能叫出名字的河鲜美味，小麦穗就是天津人铁锅里的主力军。这种体长不到5厘米的鲤科小鱼，却有着浓郁的河鲜本味。除了小鱼，张大哥还用大小相当的小河虾来调剂口感。裹上干粉，下锅油炸，金黄的小鱼和橙红的小虾争先恐后，传递着鲜味信息。一碗来自王大哥家的祖传炖鱼秘料，唤醒了这锅河鲜的味觉记忆。先炸后炖，面糊就像海绵，吸收了外面的汤汁后，再跟小鱼的鲜味进行交换互融。那边锅里炖着，这边张大哥已经操持起面粉。贴饽饽和熬小鱼一样，是天津人铁锅里的主角，缺一不可。那么仅凭一根筷子，张大哥如何能让花卷漂漂亮亮地贴在锅壁上呢？那按住了，两个手这儿，花就出来了吗？哦，这个花卷是这么做出来的，直接咱就放锅里了。明白明白。中间这么压一下，哎，其实真的很简单哈。平时我们要在家炖点什么东西啊，可以啊，炖个鱼，炖个肉啊，旁边炖个小排骨，对，然后旁边自己也可以啊，就是用这个筷子这样一摁，可以就可以做出一个花卷来了，又好看哈，又好吃。除了小花卷，玉米面饽饽也是锅壁上的常客。精面与粗粮，面食与河鲜，天津人的铁锅里装着营养搭配与食俗文化的讲究。于是这口锅被兄弟俩打造成了无所不能的容器。贴饽饽熬海泉鱼，一锅集齐了小黄花鱼、塔木鱼、带鱼、鳕鱼四种海鱼，比较之下，你的味蕾能轻松触碰不同海鱼的肉质。贴饽饽熬排骨，浓郁的肉香让人大快朵颐。贴饽饽熬猪蹄，满满的胶原蛋白恨不得都要溢出来。贴饽饽熬鱼头，来自丹江口的鳙鱼头，用肥美丰腴的口感告诉你水源地的优秀。铁锅里食材热烈炖煮，铁锅外兄弟俩各自吐槽。现在餐饮其实我觉得创新啊，有时候比专业还要重要。有时候接受不了，作为厨师的想法太传统，但是他又说我这是最专业的。在理念上不同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以试试嘛，那就试试吧。也许这一锅锅滋味万千的食物都是兄弟俩针尖对麦芒的成果。好吃的食物总是离不开手艺和巧思的双重支撑，而我也迫不及待地想尝尝天津人的铁锅炖究竟是什么味道。哎呀，真好吃，就是那个味儿，还是小黄瓶味儿是吗？是，真香。对，我觉得就是虽然是熬了很久啊，但是里头还有那个酥劲儿在里头。现在的味道比过去更好吃。你们四个都是发小哈。从小一起玩到大，吃到大。小时候他们在河里头捞鱼，我在上边净给他们捡鱼了。哦，你不是把我们衣服都捡走了？一道贴饽饽熬小鱼，带我回到了王大哥他们的童年时光。让味道长存于心的，不仅是小鱼小虾的鲜美，还在于伙伴之间不惧时光流转的情谊。罗汉大虾是一道传统金菜。但因为费时费工，早已隐退美食江湖多年，
趁此机会，我要看看当地人能把一只虾吃出什么门道。上面这个啊，对对，炸熟的部位浇下去，嗯，我们再整理一下它的须和爪，前面这些须和爪，对，须和爪整理一下，这用石袋贴着叫石包，哦，这里都是沙子，这里头就是沙包，相当于，对对对，是吧？对对对，就把这个把它去掉，这是不能吃的，对，这不能吃的，哦，这个剪子这儿横着下，嗯，这样下，哎。哦，啊，这不出来了哦，哎，它是一个倒立的哦，哎，还真是对这个虾的构造得了解啊，哎，对，嗯，从第三节开始下刀，歇着下，为什么得从第三节开始下刀呢？它靠出来以后大小可比例特别好看啊，哦，打点芯儿，对，不要碰到虾黄，哦，哎，把这个它这虾黄这个中间这一道，哎，对对对对对对对，不打开以后大，哎，这看见了吧，哦，哎，然后把这个虾线也去掉，哎，对对对对对，嗯，虾线藏在虾黄下面，所以在取虾线的时候要小心不破坏虾黄的完整。可有一点我没明白，王大叔为什么不从中间位置剪开虾皮呢？不管天人做虾也好，做鱼也好，嗯，它是有反整面的。哦，是吗？哎，不能看见刀口啊，就是这样看着它就是完整的。哎，对，它是个完整的虾。看来咱们这个天津人吃虾啊、吃鱼啊，哎，都太讲究了。哎，嗯。不让顾客看出破绽是王大叔从厨几十年练就的功夫，所以对后半截对虾的处理他更是藏着门道。一个是要断它的筋，断筋，如果不断筋的话，在热加工当中它容易卷曲，哦，这边卷那边卷，明白，怎么办？断断，哦，就是用这个刀的这个底部，哎，还不是完全给它切碎，哎，对对，是吧？上刀不破口，上刀不破口，哎，这么一展开啊，还造型特别漂亮，像条金鱼似的哈。对对对对，嗯，手里交给他。虽然这个煮制的这个工具在改变，可是传承的这个手法永远是传统的。交给他，虽然这个煮制的这个工具在改变，可是传承的这个手法永远是传统的。
交给他。虽然这个煮制的这个工具在改变，可是传承的这个手法永远是传统的。交给他，虽然这个煮制的这个工具在改变，可是传承的这个手法永远是传统的。